OK，take。誒，呢支今日介紹呢支係S&W Smith Wesson 史密夫威爾遜嘅六百六 plus 啊，呢個係 plus 嘅，係357 Magnum 同埋點38 special 嘅。啊，因為點解要 plus 咧？因為佢係七發子彈嘅。咁呢個咧係五寸管嘅 model。咁咧呢個係就換咗一個比賽用嘅槍柄啦，同埋一個。 係 fiber optic 嘅分析，咁呢個更加咧係整咗一個係做個 machine 嘅 cylinder machine， 咁我嚟擺呢啲 moon clip 嘅，呢啲係叫做 full moon clip， 咁咧可以七 round 就擺咗落去。你見到呢個係做過一個 machine 咧，係將佢刨薄咗，就愛嚟擺呢個 moon clip 落去㗎啦。咁你擺落去嗰陣時咧，就可以七粒一齊擺曬落去㗎啦。 咁啊，套出嚟嗰時咧就會七粒一齊跌出嚟噶啦。咁啊，速度咧就會比較快。呢個係比賽用嘅打 IPSC 用嘅一個可以快速上彈換彈嘅裝置嚟嘅。咁啊，擺入去咧就七粒。如果你比賽嗰時咧就會好快啦，吞出嚟嗰時咧就會好快啦。咁呢支咧五寸管型號嘅不鏽鋼，咁啊係愛嚟比賽用噶啦。咁啊 ，trigger 咧都。 可以係依家係改咗係比較輕型嘅啦，佢原本出嚟咧係起碼18磅以上嘅 trigger pull 嘅，咁依家已經改到係大約係去到8磅至9磅嘅 double action 度啦。Ipsec嘅 standard 係幾多啊？佢出嘅？左輪係冇限㗎佢。 左輪係冇 regulation， 係啦，咁你個裝備咧，你如果你打 insert 啦，咁啊有個 speed load 有一個 holster 啦，咁呢只咧係 ghost 嘅 ，ghost 出俾呢個左輪用嘅一個 holster 嚟嘅，咁可以快速掹槍嘅，咁你平時擺落去咧，佢唔跌噶啦，再如果呢度 lock 埋之後咧，更加扯唔到，如果你開始比賽嗰陣時咧，嗱 ready 嗰陣時預備嗰陣時咧，就將佢拍上嚟咧。 你都拉唔到嘅，你只可以向上拉嘅啫，咁 你咪 快速咯，冇嘢箍住噶啦。咁呢個係一個係愛嚟做IPSC 嘅一個 holster 嚟㗎。同埋Ipsec係咪唔使嗰個啲 speed 嗰啲彈可以？哦，佢個裝備佢冇規限㗎，你所有你個嗰套 gear 咧，你嗰套裝備可以擺曬喺前身，喺你個腰骨冇限嘅。總之你喺個腰裏面。 嘅範圍高度就有限制，就喺個腰間。咁你前後咧，就可以擺曬喺任何一個地方都得噶，只係就你自己快速上彈嘅啫。咁咧呢支咧就係今次咧就係介紹呢支係五寸管嘅 S&W。呢支槍都改咗好多嘢啊！好，多謝曬。